全球10多个国家演出有超过200场的街舞世代音乐剧呢，现在1连6天台北登场。Blaze 街舞世代2010年推出以来，巡回了全球10多国家，演出超过了200场，吸引了24万人次来观赏。除了舞蹈之外，透过了投影技术结合灯光与舞台的设计，创造出就像电影场景般的科幻空间，给观众们无限的惊奇感。16位的街舞舞者将秀出他们的擅长的地板舞、踢踏舞、机械舞、锁舞和嘻哈舞等等，舞台风格融合了夜店、流行演唱会和剧场等等的众多元素，透过多媒体和灯光开创了绚丽的效果。